好朋友，早安！今天是2022年2月10日，星期四。大家有买过饭团吗？买饭团要先抽牌子，没碰过吧？在台中市东区乐业路与育婴路口，有一个育婴路饭团，生意好到需要抽牌子。最近虽然因物价上涨，饭团略微涨价，但还是物超所值。饭团分大跟小两种，第一次买建议买小的就好，大的肯定吃不完。他们对于素食者准备的饭团，从饭到所有配料，全部与荤食者分开，这点令人很佩服。他们8点开始营业，卖到晚大概是10点多，星期一公休。好朋友有经过可以买来吃看看，保证一吃成主顾哦。最后，祝好朋友家庭美满、平安幸福，拜拜。